阿巴嘎巴，我是 Lolo， 来要不家聚餐了，炸鱼还有薯条。现在是春节嘛，要不说我们一起聚一下，这全都是他自己做的哦，很香。来干杯。这是我们四百米暑假作业的大神，还有 YouTube 的百万大 V。 Hello。 Let's enjoy the food。 Thank you。炸鱼薯条，他们在玩那个猜这是什么鱼呢。炸了出去的薄薄的那个芡挂着特别好，然后这个酱呢就不腻了。拿一下，渔猎高手的聚会肯定少不了那他们的装备比拼了。渔猎人的生日礼物也很不一样，这是他的几个渔猎好朋友给他一起送的这一套小桶，这是他跟他好朋友一起做的125的鱼枪。这位大哥呢，就是之前帮我们南海那个水下400米焊接的工程师，他打鱼也非常厉害，我们就赞助了他一件鱼猎服，专门打大鱼。聊了一晚上，已经10点钟了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呢。我们先回家了，拜拜，今天就先到这儿了。